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。明天我要去参加独角兽的派对，穿什么去呢？不管了，把这些全都拿走吧。今天的主人公是我。Oh no！ 为了明天的活动，让我早点睡觉吧。哦，这鞋子真漂亮，我拿去卖掉吧。它可真好看。卖好看的鞋子啦，欢迎光临。哇，睡得真香。现在让我准备去参加派对吧。什么？我的鞋子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我的鞋子，我的鞋子去哪里了？我的鞋子，哦，在这里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是我的，你花钱买才可以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是我的鞋子，而且我的身上只剩下这些钱了。这些不够，这双鞋要500块才可以，你买这边的吧。哇，那就选这个吧。老板，我选这个了，给你钱。 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拜拜。现在去参加派对吧。Let's go。鞋子呀，那在这里选一个吧。这次就选可爱的鸭子鞋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50块钱。哦，给你。Thank you。谢谢你。拜拜。穿这双鞋去吧。独角兽，我来了。这次的鞋子应该没问题吧？当然。波尼，鞋子好吵。换双鞋再来吧。不管了，老板，这双鞋子跳舞的时候声音实在太吵了，还给你。是吗？那么你选其他的鞋子吧。这双鞋子一点都不好看。不过呢，比起鱼鞋，大脚鞋更好看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要30元。给你。OK， 谢谢你。再见。这一次肯定没问题的。哼，感觉还不错哦。 Go go， 独角兽我回来了。这次真的没问题了吧？哎呀，当然了，舞起来。独角兽你没事吧？波尼，你的鞋子还是很吵啊，出去出去，快出去。对不起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老板，这双鞋脚步声实在太吵了，给我其他鞋子吧。看看这一双鞋怎么样呢？多少钱？20块钱。给你，谢谢你。这双鞋不会有问题了吧？波尼，这双鞋子没问题吧？当然了，这次肯定没问题的。看吧，好过分！老板，这双鞋是我的，我要带它去派对。怎么办？给你吧，给你吧，波尼，别哭了，给你。谢谢你。
我住了的鞋子找到了，冷吗？哦，波尼，你的鞋子真好看啊！当然，这可是我真正的鞋子呢。果然，我的鞋子最棒了。